但是河南卫视上电视演的报的就是香港。哎，又来了啊！听不懂就算了，来过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听说过家不？帅哥，东北的。辣椒你吃不？帅哥。要辣椒。要点吧。没来过没关系，帅哥，我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当着我面吃一口再走，给个评价。好吃宣传包子，当时就退你的钱，这叫真金不怕火来的。好吃宣传包子，当时就退你的钱。让那个外国朋友把你给拍上了，你火了，我带你去别的国家了。这回再找帅哥给个评价。哎，包子拜金老风味儿，金枪金味儿都一味儿，蒸过爪子羊城堡，蒸过羊舌一米的包烟包豆汁儿，要吃包找对人，找对人吃着了味儿，包你这味儿不后悔了。哎呀，不错不错不错啊，老有点刺眼儿，那脸子压我吧，伺候了一天，辣椒来点吧，辣椒，来过呗，来过，哪旮旯来的？